好，我哋去買下嘢。好啦，咁啊 remind 下大家啦。咁今日大家都好多人會上嚟買翻啲湯啊，開始陸陸續續啦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Belly 頻道啦。咁啊我亦都會咧搜羅更加多，即係我希望有平有靚啦。但係就算唔平都好啦，一定係靚嘅產品啦。嗱，呢一隻紅燒牛肉麵就正正係我講嗰只靚嘅產品啊。嗱，我啲產品咧，其實咧我哋全部都試過，咁但係我一個人又試唔到咁多。咁今日咧我就飲一個湯。就是我買了很久但是我沒有試過的，大家就知道我有三隻湯的，就是西湯，就是說 Fresh 那隻，就是一個粟米魚肚羹，我當然有試過，一個松露忌廉湯我也有試過，另外一個就是白粟米南瓜湯，我就沒試過的。那我下午肚餓，本來想煮個湯，就是煮個什麼花膠湯，不好了，不過試一下，就是試一下先，買了這麼久我自己沒試過，十三個就說好喝的，我一試，咁果然我都係冇買錯嘢，喂，原來真係好好飲啊！咁我就用咩煮法呢？我就係成袋連冰啊，解凍都唔解，掉落啲水度坐，即係熱水啊，滾佢，然後咧我就剪咗佢，即係要滾咗啦，再倒落個煲度，再滾多佢十秒，即係起翻泡，要直接熱，因為我中意直接熱，真係好好飲。OK， 好啦，呢個紅燒牛肉麵，係我哋喺台灣一個香港人嘅廠。找台灣的米芝蓮師傅去做的，其實我們吃過的朋友呢是回來三盒五盒這樣買的，當然不能買太多，不是貴，是牙位的，但是如果你拆了一盒呢其實都 OK 的，我不記得一次多少錢，98還是88，大家可以上來買這個紅燒牛肉麵，有牛肉麵全部在這裡了，好吃過很多台灣在香港的台灣餐廳，我夠膽這樣說。好，下一張，這個就是麻油雞髀麵，咁如果呢一個你細食啲就食唔曬嘅，唔係因為佢面多，係因為個雞髀好撚大啊！會話就雞髀，我覺得成半隻雞咁樣都食唔曬嘅，真係好多。咁啊呢一個又好似呢個唔知788咁樣啊，咁啊大家去試下啦嚇。好啦，呢個我就少講，但我就好 highly recommend 嘅，就係亦都係台灣嚟嘅啦啦雞，即係叫做蛤蜊烏雞大蒜湯。其實呢，因為整隻雞裡面是兩三斤的隻雞，你基本上呢雞又會吃，你我都不吃煲湯雞，你試下這個先，湯也很甜，其實我來做，我覺得我來做打邊爐湯就可以，我喝完湯加一點點水打邊爐絕對 OK 啊，你喜歡就買多斤蜆下去，直接是甜到你不得甜，即是啦啦，即是變成什麼那些卜卜蜆煲啊，這樣 OK， 這個238，好，再去，好了，益生元。其實益生元是什麼一件事呢？益生元這個產品呢，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注意，即是那些醫學那些報道啊，什麼生活新知那些呢，其實現在現代呢，無論香港或外國醫生呢，全部都是介紹吃益生元的，是益生元，益生元又不同益生菌啊，你聽我的節目聽得久的朋友就完全是明白了的。簡單地說，我們人是需要有菌在這個身體裡面做運作的，咁有好嘅菌，有衰嘅菌，咁好嘅菌同衰嘅菌都會少，咁衰嘅菌少咗冇所謂啦。好嘅菌少咗咧，就影響咗你成個消化系統同埋你嘅心肝脾肺腎全部有影響嘅。原來 ，OK， 咁但係唔使驚，原來我哋透過我哋嘅日常飲食啊，做運就是、主要係飲食啦，同埋做運動都唔得，你都會吸收翻啲益菌落去噶。當然同一時間都可能會有就係衰菌啦。咁但係咧，你吸收嗰啲係唔夠你死嗰啲多喎，咁於是乎我哋一段時間咧就好興咗十年至二十年就食翻啲菌落去，但係食菌落去咧，其實咧第一係 fit 到你嘅身體有幾多咧，用到幾多咧，你唔知嘅。就算 fit 咧，原來又會食滑嘅喎，所以我哋成日叫人食益生菌咧，我唔知有你有冇聽過啦。你係成日要轉牌子嘅，先要轉唔同嘅菌。咁但係其實近呢幾年咧都唔興食益生菌啊，就益生元。咁益生元係乜嘢呢？就正如我哋成日話嚇，食菌不如養菌。其實益生元咧就係改善腸道。嗱，你睇見啲字啦，益生菌嘅益生菌個循環生態啊，即係話你個腸道令到啲益生菌可以喺嗰度繁殖同埋生存得好。OK， 咁於是乎你自己嘅益生菌，或者你用食物吸收嗰啲係唔係你食落肚嗰啲益生菌喎？是你是真真正正由食物吸收的生菌呢，就可以一個健康的腸道入面生存，於是乎呢就會提升你的免疫力，這個不只是腸道，還有心肝脾肺腎全部是全面的改善的。一向來說益生菌呢，都即是益生元，我買了這麼久
其實都賣得相當不錯嘅。咁但係因為佢價錢就貴啊，咁啊，所以佢其實係賣388蚊一盒嘅公價，399啊出邊。咁有啲賣得最平，我哋啲網友報咧就大報325蚊啊。咁佢公價即係建議零售價399啫。咁你有啲競爭啊嘛，就325。咁我咧就係賣幾多咧？買兩盒就啊588，即係290幾蚊一盒，即係75折。咁點解我要賣咁平咧？其實就因為咧。我覺得呢隻嘢好，我想用個平啲嘅價錢，即係一嚟啊薄利多銷啦，二嚟令到你哋嘅身體都會好啲，係咪好？即係係咪好撚滯啊？扎身人口啊！我好啦，588蚊兩盒，買六盒即係買三個588蚊啦，1764。你再送一盒，即係1764有七盒。咁我覺得大家咧，即係如果特別係因為你改善咗個長度。你啲譬如你有便秘啊，或者腸胃唔好啦，或者你夜瞓，其實佢係幾整體性嘅濕條紋嚟㗎，嚇咁大家可以試下呢個益生丸。今日我講得細緻啲，好下一張就播帶。先生，你之前係咪食過胃腰啦？係啊。你食咗幾多啊？食咗一盒咯。咁你今日又上嚟買喎？係啊。有咩反應咧？食嗰個？冇反應咯。係點樣啊？因為之前。成日飲奶茶咖啡咧，個胃會攔住唔舒服嘅，胃氣漲痛。係。咁食完，我諗我記得好似食咗第二個禮拜開始都有好轉咯。O K， 咁你要 keep 住食喎。係，梗係啦，多謝。好啦，身體健康。好，翻嚟出張相。咁今日我哋客咧就上嚟買咧，就係買呢個益生元嘅胃 U。O K。呢、這個益生元胃腰其實係貴，益生元啲產品其實唔平嘅，咁所以我咧喺推介嘅時候，其實我都好棘嘅，因為佢啊288啊，定298咁樣，40粒，一日食兩粒，其實你真係成200幾300蚊係食20日嘅啫。嗯。OK， 咁但係咧嗱，聽完我哋啲網友嗰啲即係啊回，佢點解咁貴咧？因為全天然由高麗菜提煉出嚟嘅。咁如果咧嗱，即係佢本身入邊又係啊益生元啦，佢本身入邊益生元。再加埋個胃 U， 咁所以其實你話貴之餘，佢又唔係好貴，因為佢我仲可以即係啊幫到你抑制呢個幽門螺旋菌啦，係令到你嗰啲胃氣漲啊等等啊，或者胃痛啊，唔想食西藥咧，咁你都可以試呢一個嘅 ，OK？ 咁啊呢個叫胃 U， 咁我希望遲啲咧，我睇下可唔可以再傾下啦，即係可唔可以俾啲 offer 話幾多錢兩盒啦？咁但係其實而家我都賣得好平噶啦，好再去，好啦 NMN 啦。咁啊980蚊，咁啊我都要提醒啦，有好多網友咧，佢永遠好驚咧，因為我哋作為 sales 咧，屌你點鳩我哋咧，梗係賣花炸花香啦。咁我就唔需要特別講，即係呢樣嘢嘅。我特別係希望嗰啲未食過我呢一隻 MMMNMN 嘅朋友，食緊出邊嗰啲，無論你貴啲平啲都好，你覺得個效果點都好，你食完你手上面嘅貨品咧，唔該你試一樽我喺日本出呢一隻 MMN Chicanco 出呢一隻，咁你去比較一下。啊！即係唔好淨係純粹睇個 MG 啊，或者點樣咁。其實咧，你淨係揸上手就知道，即係呢個就講日本仔連個包裝都唔同啦。我揸上嗰啲美國佬嗰啲，真係哇，真係唔掂啊！咁呢個 NMN 咧，即係好似今日我哋個太太話齋啦，食完之後，佢覺得整體個人佢冇好，佢冇 specific 話我啲皮膚白咗，係精神咗，活力係好咗。咁我覺得淨係呢樣嘢，我講你心理都好啦，都夠啦。OK， 980蚊。嗱呢一個咧，我又要講啦，其實應該要15號、13號入嚟講啊。我哋有個客長年尿酸，我同大家講過啦，佢就係中 bingo 啦。我因為我唔夠膽講到咁實啊，唔係個個一定得噶嘛。咁佢咧就聽我講，買咗我哋呢一隻叫做酸佳君翻去，就係呢一隻啦。嗱，大家見到咧圖左下面有幾包，其實就係每一包咧，佢影得唔好。每一包咧就係飲一，即係一日飲一包。咁佢入邊有30包，咁一個月。咁你如果有佢呢個點為之中 bingo 咧？佢就完全係完美咁樣示範咗飲 Discover B 嘅啊呢一個 Eureka， 即係呢個酸佳君嘅效果。飲完第一盒，佢痛撚到撲街，所有嗰啲咁樣嘅尿酸啊，嗰啲咩嗰啲叫咩咩，哇發曬出嚟，直情痛到屌你痛不欲生。嗯。但係佢知道呢個效果，因為我同佢講過啊嘛。如果你痛就係你有料到啦。第二盒。佢繼續食都係痛，但係個痛咧好似可以忍受喎。慢慢第三個月佢食完之後咧，咦啲痛覺得冇乜喎，嗰啲飄零好似即係啲飄零啊，好似冇咗咁樣喎，佢自己感覺到。跟住咧佢就完全冇發過啦，食第三盒就係、是、我哋所謂嘅 bingo。
咁而家咧，佢就嗰日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個故事，然後買多盒就話睇翻佢個 instruction， 咁佢三就譬如一日即係兩日食一包咁樣，叫做佢命傾住佢，因為咧佢而家嘅索性，佢話當然佢唔夠膽過分啦。咁佢以前一食海鮮就嚟料啦，一食內臟就嚟料啦。而家咧唔好食咁多咧，係完全冇任何反應。嗯。咁我覺得咧，我點解要大書特書？我唔係話叫你哋買呢只嘢，而係我想講，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宅心人口啊，呢叫功德。嗯。啊，所以咧即係冇辦法㗎啦。咁希望佢繼續即係啊，即係身體會好啦。咁呢一個如果有尿酸嘅朋友，大家咧因為呢咁嘅全天然嘢，最多係冇效。最多係冇效，就唔會食壞你嘅。因為有好多有痛風嘅朋友咧，咁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嘅。好，再去，仲有冇？哦，呢個醋咧就唔講啦，留翻聽日先講啦。我啲醋又到咗啦，咁啊希望大家咧，即係冇乜貨嘅朋友啊，早啲上嚟買啦嚇。因為咧唔買都唔緊要嘅，因為我都諗住即係會有啲大攻勢，唔係減價。各位你哋唔好睺我啦 ，OK？ 咁但係咧即係自己就下自己屋企嘅貨量啦，因為我哋呢度呢個 studio 可能將會有大動作啊。休息一陣。